酒后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已经是大家在尾牙聚餐时必定会提到的话题。但是酒驾案例层出不穷，为了让社会大众能够深切认知到酒驾带来的致命风险，业者推出了全新的酒驾防治互动式的线上教育平台，也引进了虚拟现实的体验，透过真人真事经验分享，帮助大家能够真正的拒绝酒驾。记者会呢是现场邀来两位酒驾者王成忠先生跟陈海静小姐现身说法，也极力推动代驾业者合作，希望让人打消我应该可以的侥幸念头，还强调说酒前酒后不开车，要让酒驾发生率再进一步的降低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，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